開得㗎啦，開得㗎啦，開咗啦，開開咗㗎啦。好嗱，頭先同大家玩嘢嘅啫，不過而家都係玩嘢。係啊，玩具 TV 啊，咁今日外景直播啊，冇錯啦。咁頭先嗰橛咧睇咗唔睇咗啦，但係唔緊要，都講個名都要講講嘅。冇錯，我哋係蛇口攝製隊玩具 TV 分隊。冇錯啦，今次係外景拍攝啊，喺深圳啊，我哋而家最龐大攝影隊終於嚟到深圳啊，深圳嘅南山區。蛇口係啊，南山區原來係最貴重嘅地段嚟嘅喎。冇錯。哦，咁啊，但系呢啲我哋留翻俾無線嘅嗰啲咩咩台嗰度再張文彩嗰啲講。係啦，而家講我哋呢個展覽就係 Fun Market Toy 深圳 Festival 潮玩嘉年華2019。冇錯，潮玩嘉年華2019嘅。咁啊，為期四日嘅展啦，今日係第二日，咁啊由10號到13號嘅，所以呢個週末啊，如果你睇完覺得有興趣。都可以嚟，可以嚟，同埋呢個嘉年華完咗都仲可以嚟啊？點解咧？因為佢哋仲有一個叫潮玩研究所嘅店咧，就會開張。咁仲有咧，有個叫潮玩特展，冇錯，為期3個月嘅潮玩特展，藝術特展，冇錯啦，都會再喺度開嘅，所以唔使擔心嚇、啊。有時間就盡快嚟，因為今日好似據聞有 Ron English，Ron English 全世界首發嘅新作品，冇錯啦，啱啱都會影。系啦，咁好啦，我哋带大家行一行先。嗱，今日呢个展览咧，重点喺边度呢？除咗我同佢之外咧，仲有阿迪啦，仲有阿 David 啦。其实系个展览本身系好特别嘅，同我哋平时去开嘅展览咧系有啲唔同嘅，系我突然间好急。系啊，系啦。咁呢个展览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其实系喺个场地度啊。冇错，咁我哋可能咧开始就唔使点影我哋噶啦，影下多啲环境，我哋有声音旁白就得噶啦。冇错啦，咁啊呢个场地啦，而家啱啱见到啦，有块绿色嘅草地啦。咁其實係俾人有一種叫野餐嘅感覺啦，咁我哋就由正門嗰邊走入去啦。係啦，咦嗱大家幾熱情嘅，見到啦，一見到攞住飲果機即刻。嗱，你遠遠見到咧一隻紅色嘅物體，係咩咧？係一條。係啦，啊唔好講名係嘛？呢個大家自己知係咩嚟嘅。好啦，呢個係Pop Life 嗰邊擺出嚟嘅。係啦，咁因為有 Ron English 就多數有 Pop Life 㗎啦。冇錯。咁啊，呢次啦，呢個潮玩嘉年華去揀嘅場地啦，呢一個場地咧，咁啊屬於一個文創式嘅場地，咁啊除咗話潮玩嘅嘢之外咧，影下呢啲，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係一啲個人設計師啦嘅嘢啦，咁好似呢個係 Mini Cooper 嘅，入邊有 Mini Cooper 嘅喎，係啊，咁佢打開個 Mini Cooper 嘅車尾箱，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做到一啲即係一啲簡單嘅小型，總之就唔係個車太熱之後打開嚟攤熱，而係純粹真係我哋專登攞 Mini Cooper 咧做一個好似流動小販車咁樣。冇錯啦，好啦，門口呢只呢個係咩啊？呢個成2米幾高喎？呢個識嘅咧就知啦，呢個就係睇門窗睇啦。係啊，呢個就係 Fly Boy 啦啊，咁啊好多人會收藏呢個 Fly Boy 啦。係啊，咁我哋而家又帶大家走一圈，慢慢走入嚟。呢度好過癮嘅，嗱呢度就買飛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就唔使買啦，我哋媒體嚟噶嘛，冇錯，好挺拔嘅 secure 喺門口面前。咁啊，大家見唔見到呢個？呢個就係呢個要打下卡先咁樣。係啊，打卡。好似喎你兩位，係啊。佢得四隻手指嘅啫喎，係啦，我就係啊，大致成功。你會唔會考慮斬一隻？係啊，唔會啊。好，咁我依家啦，我哋進入時光嘅隧道。咁啊，先講講點解會有呢個時光隧道啊？我哋一路行一路講嘛。有一級啊，小心小心。係啊，咁呢個時光隧道咧，佢特別之處就係因為頭先大家見到出面係日頭嚟嘅，係。咁啊，通過呢條時光隧道，大家又見到星夜，係啊。咁啊 ，Play with me， 係啦。咁呢個 play with me 咁啊，即係一齊去玩啊！係啦，最緊要重點係咩？係玩。專登做個反差入到嚟，係覺得係黑夜嘅黑夜。係啊，咁我哋以一個 night market 夜市嘅形式咧去造成嘅。咁啊，大家見到睇到好黑暗啦，嘅環境啦。頭先有粉紅色嘅星星嚟迎接我哋。冇錯，呢個係一個魔鬼嘅雕塑啦。好啦，咁咧就忽然間發覺咧 ，Elman 咧佢其實係我哋嘅才子其中之一，好好記性啊啲嘢。嗰頭講完咧，嗰頭就記得翻嘅。好啦，我哋繼續帶啲觀眾咧去睇睇其他嘢先。嗱，真係留意唔好走，因為呢個 live 咧有好多新鮮嘢睇。冇錯啦，但係唔係喺產品方面啊？嗱，一般嚟講，我哋去場地咧見到都係好光猛嘅。咁今次咧，我哋呢個場地咧都係以一個黑夜為主。點解？因為一個 light market， 咁佢哋咧呢個展商咧都花咗好多成本啊，去整到一個即做一個遮光嘅效果，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呢度咧，主要係比較暗黑。呢個講兩句先，呢個係咧，當我哋買到玩具之後咧，就可以即刻嚟影相啊。咁但係我哋唔好花咁多時間先，因為我先介紹咗啲設計師啊同埋作品，轉頭我哋可能再過嚟啊。再獨立去講。冇錯，嗱，我影多啲環境喎，的哥唔該。嗱，呢個係好大嘅樓梯嘅，原來係一個舞台嚟，一陣間先就知噶啦。而家我哋喺個樓梯個底行過，
哦，同埋呢個環境係咩嚟？以前呢個前身係一間玻璃廠，玻璃廠嚟嘅，啊，所以佢個名咧叫烽火文創區，冇錯，烽火 G&G 文創區。如果搭地鐵點樣嚟到呢？去到呢個水灣站 D 出口，二號線，深圳嘅地鐵二號線去到深圳，即係你去前海、後海嗰邊咧，機場嗰邊咧就會經過呢度噶啦。冇錯。咁大家見到啦，咁呢度有好多唔同嘅設計師啦。係啊。咁譬如呢、這個黃清瑤啦嚇。啊。咁、啊、就係、是、一啲比較深圳嘅設計師，就買一啲文創嘅產品啦。咦，好似設計師喺度喎，係咪啊？設計師喺嗰度。啱喺度喎，等我哋不過我哋。轉頭先，冇錯，安排我哋主要帶大家去即係走一圈，睇睇有啲咩。因為我哋其實咧有個設計師嘅訪問環節嘅，咁我哋而家主要整體就係拍咗整體環境先，因為真係好值得。你會覺得置身咗一個演唱會嘅環境裏面咧，係咪咧？嗱，仲有喎，夜晚咧，佢呢度咧係將會搞一個盛大嘅 party 喺度嘅。係啊，今晚八點，好似有日本嘅組合嚟。冇錯，有日本嘅歌唱。歌唱嘅，冇錯。咁、我哋都嘗試會拍埋嘅，今晚少少，我哋唔會拍到太夜啦，因為我哋要翻屋企啦。係啦。咁但係都會拍到好夜嘅。係啦。誒，滿足各位觀眾嘅要求。咁留意我哋之後嗰啲片啦，因為未必會條條都會出 live 㗎。咁啊，講開話潮玩啦，咁當然又有潮玩界之父之稱嘅 Wong English 喺度啦。係啦。咁有佢嘅專屬攤檔啦。係啊。冇錯。咁佢嘅專屬攤檔當然有好多嘢買啦。哇。咁亦都有啲隱藏區域啦，嚇。係。係啊，我哋講到 Long English 呢 part 先係咪啊？係啦，好好好，順住個 flow 去咯。OK， 好，咁啊，可能要，好唔緊要啦。咁大家見到啦，有一啲 Long English 嘅一啲親筆畫嘅畫啦，真跡嚟嘅，真跡嚟嘅 ，original 嚟嘅，即係唔係複製品，亦都唔係仿品。據說大概係20万一張啊，係啊。同埋好多其中呢啲嘅親，即係叫 original 嘅創 Long English 嘅畫作咧，其實都係第一次喺中國展出。唔係售賣，呢度上網請，係啊，哦，上網請，哦，明白。咁我哋就出去睇翻個展場啦。好啦，係啊，導演同我哋講係啦，呢度上網，因為始終呢個係幾厚幕牆，係啊。好，咁我哋，哇，好，咁我哋唯有，咁啊，主要替大家睇，喂，大家睇唔睇到中間啊？呢度咧，呢度恐龍，有好大嘅一個雕塑喺度，係啊。但係就恐龍之後邊咧，有樣嘢咧就值得講啦，係啊。咁我哋過一棵樹先，系啦。咁大家睇唔睇到啊？啊，到咗啦，到咗啦，到咗啦，系咩嚟咧？其實唔係恐龍，你以為恐龍，其實佢一隻雞。冇錯，但係其實佢邊有做嘅咧？係咪 Elman 整嘅咧？我都想係，可惜唔係，係由 Wong English 去設計嘅。冇錯。咁亦都係佢今次首次嘅首發嘅產品嚟。冇錯啦，即係同呢個大嘅巨型係一樣嘅。其實呢次第一次展出，無論喺呢個咁大嘅作品之外咧。另外呢啲可以賣嘅作品咧，都係第一次展出嘅。冇錯啦，呢啲咧亦都係一啲好限量嘅限量版。咁咧，據說啦，每一隻呢個雞恐龍嘅眼睛咧，都係唔同色嘅，有20隻唔同色嘅。冇錯啦，咁總共只係得20隻啊，每隻咧嘅定價係大概係20000蚊到嘅。冇錯，冇錯。咁始終係一啲超限定版啦，又係潮玩之父 Wong English 嘅設計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個場景咧，亦都影嗰啲環境先，係啦。因為我哋唔好走開，我哋有一個現場訪問嘅。冇錯，係啦。咁但係咧喺呢段裏面咧，我哋都會邀請咗 VTTS 嘅老闆 Wins 咧，同我哋講一講今次嘅作品。因為阿 Wins 咧 ，VTTS 咧台灣嚟自台灣嘅咧，佢哋今次係其中一個主辦方或者協辦方，係一主重點嘅品牌咧喺度作展覽，所以佢哋有好多新嘅作品出現喎。據說今次係總共有四方去聯合一齊去搞呢個展覽。係講講喎。係啊，咁啊分別係。有台灣啦 ，VTSS 啦 ，VTSS 美國啦，美國啦 ，Pop Live 啦，嚇，亦都有內地嘅，內地呢度個主真係主辦方，主辦方場地嘅主辦方啦，嚇，咁啊通利啦，同埋咧仲有係玩具研究所嘅老闆啊，咁咧嗰個就係阿鍾，咁啊點解我哋會影一整玩具研究所咁？其實玩具研究所咧都會喺呢個場裏邊嘅，都喺呢個叫翻新過嘅活化咗嘅玻璃工廠入邊嘅，冇錯，係啦。好啦，咁我哋差唔多到 VTSS 啦，咁我哋先做咗訪問，同埋咧揾咗阿 Wins 傾下偈先啦。咁因為佢真係佢呢次又比較多新作啊，所以就講下，可以影呢幅呢張凳喎，好過癮啦。係啊，呢張凳係咪似曾相識咧？係咩嘢咧？就唔講啦。我幫你揸陣機啦，俾你坐落去啦，好嘛？係啊，幫你揸陣機，真係啊？
唔使著啊！等陣先，等陣先。空氣之用喎，已經唔同德哥喎，德哥就會坐咗位先嘅。德哥坐咗落去先，我哋又繼續走嘅。好啦，咁我哋唔覺意。咁好啦，今次又到 VTSS 呢一個展位啦。咁啊，當然嚟到，咁啊，揾到阿 Wins 已經喺度咯喎。喂 ，Hello， 阿 Wins 你好。誒，你好。咁啊，我哋剛剛開始呢個現場啦。啊，采访啦，咁啊，我留给啊 Elman 跟你 OK 好，谢谢啊，谢谢你，因为很多新产品了。对对对，最新的。你好，你可以带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一次的那个新产品吗 ？OK， 没问题。那我们从前面开始吧。好的。OK， 这个展柜是我一个来自纽约的艺术家叫 Blank William，然后呢，我们今年打算帮他推出一系列的作品。那首先从这个牛角开始看，它是一个像牛头的鞋子哦，鞋子啊，对，鞋子，然后它是一个公牛队的配色啊，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作品，我们发行限量23款，向 Michael Jordan 致敬哦，23款，然后这是一个全铝合金的作品，全金属件的作品，哦，全金属的，对，然后两只牛角是碳纤维的作品，全电镀，全烤漆，对，限量23款，难怪定价就比较高一点，对。做比较高端的艺术作品，OK， 然后这一套作品是英文名是 GOP， 它是一个自由女神的系列，然后它做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一个概念，这也是这个艺术家今年最新的一套作品。这个纽约的艺术家懂这个中国式台的啊，对，就是他，因为其实他们这是代表这个自由精神的自由女神像嘛，但是他把它做了一点嘲讽，因为美国现在的政局是有一点点，跟一些人的期待是不太相像的，对，他说，所以他把他们这个对民主的一个反思做成这个作品，明白？对，然后 ，OK， 再来这边是，一个来自中国北京的一个年轻艺术家叫 Wesker。然后这是他最新的一套跟餐具有关的一个系列，那之后呢，我们会打算帮他把这套餐具做成一个系列的作品，那可能会做的尺寸比较小一点啊，所以现在这个只是展示而已，对，展示件，那因为展示的效果我们希望把它做的最大，所以我们做的大一点，对，那这一套非常有趣的，他这个个人图腾呢也非常清楚，也很明显，非常可爱，我觉得 Fins 你们的东西啊经常就吸引很多漂亮的女生来看哦，真的吗？对，我发现是太好了，女性经济当道。OK， 那从最左边开始，这个是台湾艺术家香蕉病毒，那他这一次为了这个展会呢，特别推出了下面这两款限定的作品，包括一个红色的这个金牙的熊，那一个粉红色的方块熊，以他的熊的这个设计角色出发，那上面这一些是他过去的一些熊的作品，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展示。明白。咁我都做翻少少翻译啦，就预防就系，可能收音收得唔好，咁大家听唔清楚。咁啊头先嗰两款嘅熊仔咧，其实系今次展会嘅一个限定商品啦，吓咁啊一只系透明嘅方块熊啦，一只系红色嘅方块熊啦。OK，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嘛。这是香港艺术家毕奇跟台湾艺术家黄伯勋联名的作品，这作品叫小花，这是一个只有66件的作品，那目前几乎都已经卖光了，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展会，我们特别保留了3款，每天会发行一款，然后用抽签的方式来购买这套作品，做得非常漂亮，也把两个艺术家的特色都表达得非常的好。咁啊，今次呢款作品就係北旗同埋韓國嘅設計師啦，去做一個合作啦，咁啊聯名款啦，咁總共只係推出66件嘅啫。咁但係因為實在太好賣啦，基本上已經賣曬啦。咁特意為咗呢個展覽咧，留翻低3件，咁啊作一日一件嘅發售嘅。係啊，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嚟呢度抽籤試一試運氣嘅啊。那然後這款呢？哦，這個是功夫，這算是我們2018年最受歡迎、最經典的一套作品。把《功夫》这部电影里面比较重要的角色全都做了一番新的诠释，那因为神韵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一套作品在市场上非常受到很多人的喜欢。那我们这一次呢，为了展会，把我们最后的几套作品在这展会做一次性的销售。所以这可以一次买到所有的13款，对，13款的角色，13款的角色。大家都一睇都知呢一个系咩嘅电影嘅造型噶啦，系啊，咁啊今次咧就。如果之前冇儲齊嘅朋友唔緊要，今次可以一次過買到曬全套一套13款嘅角色，咁啊3300蚊人民幣。
然后这是一个日本艺术家上野洋介的作品。那前面这个红白游戏机呢，是我们去年发行的作品，那目前也都是已经几乎已经售光。然后后面这一款 Okula 是他最新的一款作品，目前我们正在制作，这是一个实际的样品，那预计大概在三月底的时间会发行。所以现在是预定吗？对，预定可以接受预定的。咁呢幾款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以紅白機為主題啦嘅產品啦。咁另外亦都有即係呢啲係一啲接受預訂嘅產品啦。係啊，咁其實如果嚟到呢度都有時都冇話一定要買嘢啊，定預訂啲咩嘅，可以嚟呢度睇下，感受下氣氛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然後這個海綿寶寶派大星真人版，這個在去年應該大家都已經看過了，這是一個也在非常受到歡迎的系列。那今年呢，我們特別把章魚哥重新做了一番詮釋，所以他們這個海底系列呢又多了一個新的角色。咁啊，大家睇到呢個啦，就係、是、算係海綿寶寶嘅寫實版本啦嚇。咁啊，今次咧就加多咗章魚哥呢一個新角色出嚟啦。咁啊，由以往嘅二兄弟變成咗三個兄弟啦啊。這個目前可以接受預定，是章魚哥最新的作品。要預定可以嚟呢度啊。那這款我特別推薦一下，這是來自英國的圖畫家叫 Mr. Doodle。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红，目前算是艺术圈的新网红的艺术家。那我们跟英国的艺廊就是 Flashlex， 然后跟我们三方联名推出这一款他的第一个实体的作品。那他身上这些 pattern 就是他平常喜欢涂鸦的一个线条，会把他在身上做了一番新的诠释。那这个其实他本人的一个像是自画像，他本人都长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做一件比较有设计感的方式来呈现。明白，真人头也是那么大嘛？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咁啊，呢个系三方联名，嚟自英国嘅艺术家，咁啊 ，Mr. Doodle 嘅作品啦，头先系啊。那这个杀手的系列也是我们去年非常受到欢迎的一套系列。那我们会计划在今年可能会把它做一番新的尺寸的设定，会做得更大一点，也更有收藏的价值。咁啊，呢一個殺手系列啊，咁啊，亦都好受歡迎嘅一個系列啦。咁啊，今次有唔同嘅顏色推出啦。那麼這一款作品是來自印尼的藝術家叫 Robbie Antono， 他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新興的新生代藝術家。那他也是首款把他的平面的畫作實體化。那這個是有點療愈感，然後因為他是一個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所以我們挑了這一個兔子這個角色，然後還有前面這種雲朵。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实际的作品，可以呈现他画作里面那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感觉。呢个来自印尼嘅艺术家，请问这个是什么材质来的？树脂。哦，咁啱啱呢一个咧系属于树脂嘅一个材料去做嘅啦，啊，来自印尼嘅艺术家啦。然后 Look True 的作品，这个这一次我们首发了后面这一款黑金的李小龙熊，这是这一次展会的限定版。那之后我们会在线上官网做发售。然后前方这一款黑色的幽灵熊也是这次展会的一个限定品，我们大概在下星期会展开线上的发售。好，咁啊，今次头先你睇到啦，呢个阿 Luke 嘅作品咧，有玩开嘅潮玩人都应该会认识啦。咁啊，今次系黑金色，就系今次嘅会场限定版咧，李小龙熊啦。啊，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即系如果今次买唔到嘅唔紧要，之后可以上翻 VDSS 嘅网站做翻一个即系一个网上嘅订购咯。然后这个是 V 怪客，也是我们去年发的一款作品，这是来个埃及裔的美国艺术家，把 V 怪客跟埃及法老王做一番结合。咁啊，呢个系嚟自美国嘅艺术家啦，咁啊主要用咗一个同法老王啊去做翻一个融合出嚟嘅作品啦。下面这是它的包装盒。哇，呢个系包装盒，好靓喎，其实。OK， 然后这个是教父，我们今年会推出一款新的颜色的版本，是白色的西装款的教父。咁啊，呢个今年会推出一个白色西装版嘅教父啦。其实呢啲可能有玩一啲叫潮玩嘅朋友都可能会见过呢啲角色噶啦。咁啊 ，VTSS 嘅出品。然后最后带着这个。啊，这个也可以买吗？可以买，可以买。啊，呢一只啊 Look 嘅，如果你屋企够位置啊，可以咁大只都可以买翻佢嘅。那Vince，基本上都介绍完了。对，差不多介绍完了啊。对啊，然后非常多谢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继续，你们赢其他啲部分。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OK， 好。
好，希望你好，谢了，大成功。好，谢谢，好，谢谢，拜拜。好，咁我哋继续行一行其他地方咯噃，因为咧呢个展览咧都系除咗，因为头先 VTS 点解会专登花啲时间咧，因为真系。佢其中一個主辦方啦，另外就係有好多新作品。咁我哋不如影下啲環境，喺個玻璃窗，哇！喺個舞台咁樣喎。咁同其實咧，同個呢度嘅主辦方都傾過偈噶啦，頭先。咁其實佢哋嘅理念係咩呢？佢哋想將呢度打造成咧，唔係一般嘅展覽，唔係俾你買完嘢，跟住咧就攞住啲嘢就走嘅。好悠閒嘅，係啦，互動，即係我同你咁樣傾傾下偈啊。咁所以一間都係會有設計師嚟嘅。冇錯。咁、我哋一間嗰橛咧先訪問啦，但係嗰個環境就係做到好舒服，佢唔想排隊。係啦。或者唔希望大家排隊。冇錯，亦都希望係設計師同。入場的參觀人士之間可以有一個更加強烈的交流，係啊係，咁呢個都係其實我就算無論邊度都好咧，對香港的朋友都希望都是咁，因為始終排住隊排好長時間，跟住拎好多嘢又不可以放低，係啊，咁又就因為買完又要走啦，係啊，咁其實嗰個嘅用戶體驗可以話係，所以主辦方啊Tony 咧真係幾個諗法，幾有熱誠，幾有熱誠啊！頭先我哋講咧，佢好即係好出力去解釋翻呢個成個概念咧。但是就他說希望即是玩家能夠很開心在度過一日，因為呢度會似一個 party。冇錯啦，因為其實咧呢度連住場館裏邊咧，連住裏邊咧其實係有飲食嘅地方㗎，好過癮嘅，即係有幾間餐廳咁樣。冇錯，唔知幾間，成十幾間有。佢基本上真係幾如果陣間真係再帶大家走落去，會發覺係好似一個夜市咁嘅。係啊，不過係屬於潮玩嘅夜市，又即係綜合咗韓式嗰啲貨櫃啦，一間就可以有貨櫃啦，有啲文青夜市啦，台灣式嗰啲啦，冇錯，又有港式嗰種好，其實都好密集嘅。雖然你話呢個地方大，但佢哋嘅作品嗰個頻率都高嘅。冇錯，係啊。咁我哋繼續帶大家去走啊呢、這個吧，吧啊呢、這個吧咧係酒吧，冇錯啦。點解咧？呢、這個咧係一個 bar lunch 嚟嘅。咁點解咧？佢就專登係真係做到個吧咁，就唔係攞咗個吧改裝。就可以令到好似呢啲一啲嘅飲品咁樣，你又可以隨意咧拎起佢或者選購咁樣嘅，真係可以賣嘅喎。咁啊有韓國嚟嘅 Sticky Monster Lab 啦，係啊，亦都有。真係好似少見啲喎。係啦，我覺得少見啲香港。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設計師嘅作品啦，嚇有 Kit Robot 嘅嘢啦，啊 Kit Robot 嘅燈儀啊。佢就係想做咗一個好即係好舒服嘅環境。係咁啊，冇乜壓力啦，佢最緊要就唔想去。佢亦都有講明嘅，佢話就唔想啲人一個個坐曬喺後面嘅。係啊，咁啊俾你好似啊，你唔買就唔好嚟呢度睇嗰種感覺。係啦，佢想做翻一個大家簡單啲、氣氛輕鬆啲嘅一個感覺咯。呢啲一就口數面口喎，冇錯。但其實就唔同嘅，雖然都係 Looney Tunes， 但係 Mighty Jazz 玩嘅呢個就冇錯 ，Mighty Jazz 版本㗎啦。咁啊 ，Mighty Jazz 嘅產品，相信都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喂，呢個我未見過，呢個氣球狗狗咧，扮氣球、扭氣球嗰啲咧。好啊！少嘅，移位啊，等先。見過未啊？的呢啲。咁啊，仲有一本好詳細嘅書去介紹好多嘢嘅喎。叫做咩名啊？呢本書叫《Toy Art 2.0》，一鉸就鉸到。如果有玩膠嘅人都知啊 ，Lulu Bell。是一個出名的生產商啦，係啊，咁啊有好多Sotheby's類嘅嘢啦，係啊，咁啊介紹好多唔同嘅設計師啦，啊想學習英文嘅朋友都可以買一本玩下。係啦，嗱我哋可以睇睇我哋左邊呢邊喎，有啲嗱左邊呢啲咧有啲真係壓toy啲噶啦，即係壓 piece 啲少量啲嘅係咪呢啲？冇錯，咁呢啲呢啲都係比較偏向係以樹枝啊，或者一啲咩嘅量好細嗰啲產品。咁當然啦，亦都有天湯啦，廣州噶啦，啊廣州嘅天湯啦，好過癮喎。係啊，咁啊都係一個好耐嘅牌子嚟。好啦，咁咧繼續嚇。冇錯。咁啊，除咗膠，佢仲有好多雕塑啦。其實我發覺你問我，我覺得相對嚟講，呢度比較著重於喺雕塑方面嘅產品仲更加多。係啊。即係喺樹枝啊嗰啲去做嘅，會比朗膠更多啲。但係嗰個雕塑又唔係平時我哋見到嗰啲 GK 喎。冇錯，佢係藝術嘅雕塑啊。佢呢只我中意，呢只咧其實係一個泰國比較出名嘅 artist 咧，Alex Face 咧嘅作品嚟。咁呢只係佢只叫做Baby Rabbit。係啦，個 pat 露出過原來。pat 露唔露出唔緊要，重點係佢隻手啊，係啊。咁有好多唔同嘅設計師啦，我哋繼續落去。呢個我唔識啊，呢個
好過癮喎，但係呢個係好過癮嘅，扭計式嗰個位。咁啊，打格仔嘅嗰啲，係啊，咁啊，亦都有 Sticky Monster Lab 喺度救一個桌球咯。呢個都係 Sticky Monster Lab 嗱，呢啲就我諗係好少量噶啦。呢啲我諗係低兩隻咁樣嘅啫。好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再行去前面少少，我影個舞台啊。其實舞台你未影過，個舞台好特別，真係特別。原來我哋頭先行咗上去，我哋唔知道。係，其實行咗上去噶啦。其實行得上去咧，我都諗緊。照計就是可以走上去的，因為有人坐在這裡了已經。是是啊，嗱，這個就是個 stage 啦。咁我們其實都不知道擔心定唔擔心好呢，就如果我們上個 stage 咧，會不會落啊？唔會啊。stage 冇嘢嘅。冇嘢嘅。係啊。成個 spotlight 影住你喎。咁咪好玩咯。哇！成日攞個。真係睇正呢度喎。啊，咁啊，希望都有機會做到嘅，因為都好過癮嘅。嗱，呢個就係到時嘅舞台啦。咁我哋香港開 show 成日都見好多舞台啦，但係呢個舞台咧，即係幾有心思，佢有一條 V 梯形嘅樓梯，冇錯。跟住咧就再綁一個舞台喺度。咁啊，其實係好靚嘅，好有好有時代感嘅，係啊，好型格嘅，係啦。咁啊嗱 ，One Language 嗰啲真跡啊作品咧，我哋咧就會要留翻係我哋剪接先用到，因為頭先嗰個位咧接收得麻麻地啊，咁所以我哋應該會分開再拍，咁所以大家唔好走開，因為嗰、那個哇好多真跡，好多嘢睇。幅幅要200,000啊，老細，嗰度幾幅啊？嗰度暫時嗰個位擺咗3幅，另外有幾個位擺咗幾幅。係啊，係啊。啊，咁咧，我哋會唔會上一上二樓咧？好啦，大家上一上二樓睇睇啦。嗱，其實好多個設施嚟咗，我哋冇專登去細影，點解咧？因為我哋想著重翻咧成個環境，成個環境，因為嗰個 show 其實都係玩具，大家都係主菜，大家成日見啦。系咁，但系头先遇到啲司机，我问问先啦，定系行一行个圈咧？行一行个圈先。哦，好啦好啦，咁我哋要小心行喎。即系咁行，其实真系觉得系，系咪俾你行嘅咧？嗱，咁阿的睇住啦，唔该。嗱，呢个台真系几正。咁啊，呢个舞台啊，仲特登 set 咗个大嘅 LED。呢度，阵间我哋就企喺呢度。阵间企呢度。唱一首情歌。咁就系由 Brian 独唱嘅。我同你唱。我就负责打灯嘅啫。你负责打灯。系啊。或者舉呢個歌詞俾你睇。O、okay, K， 好，好，好，我哋上去。喂，又有嚟梯級喎。嗱，咁我哋而家上緊呢二樓咧，其實都係嘅展覽個嘉年華嘅一部分嚟嘅。冇錯。咁咧，但係就作品會少啲，就會集中咗喺另外啲嘢嚟睇睇，都好過癮嘅。咁啊，大家小心啲啦，有啲窄嘅個位，啱啱。係啦。咁啊，其實正常嚟講咧，可以搭 lift 上嚟嘅，我諗。但係我哋就唔知點，偏偏又我哋又中意行下嘛。係啊，啊唔知一間天台我哋上唔上到去咧？上都係六量嚇，上都係六量。好，嗱一上嚟呢度呢層咧，哇，可以影呢個景啊，呢個 view 啊，睇下。係啊，呢度咧一覽無遺 view 嚟嘅呢個，睇曬。喂，搞展覽一流啊呢度。其實係㗎，因為尤其是佢專登去遮光做到咁暗嘅感覺咧。是幾型的，即係可以做到好多。居民好多大公司都嚟過做一啲中小型，即係唔係完全對外嘅一啲嘅發佈會嘅，即係啲 V I P 嗰啲咧，即係咪對即係個個都入嚟嗰啲，譬如車啊嗰啲都會嚟過嘅，做擺幾廿架車咁樣。嗯，哇，仲有咧，好似個 terms 都唔錯啊，聽講。嚇，以我所知啊，有好多商店啦喺度擺展嘅商店咧，係啊，都係免租嘅。啊，以我所知係。哇，咁正。嗱，啱我哋經過呢度咧，其實呢個係飲啤酒嘅攤位嚟嘅，影唔影到啊？係啊，咁呢度亦都有飲茶嘅攤位啦。有咖啡啊，定係台茶？呢次茶多啲啊。佢好多模式係佢混合咗韓國啊、台灣啦、泰國一啲嘅，好似潮屬興旺。自動售賣機啊，有咩？呢啲係盲盒嚟嘅。係啦，咁需唔需要你犧牲一次咧？好啦，咁啊 ，Brian， 你負責犧牲一次咯。我係冇嗰啲咩 WeChat Pay， sorry， 未整好，未整好。其實裝咗少少，但真係未整，未用過啊。我驚到時碌咗100,000就無謂啦。不過應該碌唔到100,000嘅。哇！嗱，呢個係咪呢個唔係機位喎？又呢個唔係售賣機咯喎。呢個唔係售賣機，呢個叫 Angry Baby 嘅。哦，路寶宇航員啊。哦，路，哎呀，我咁就 She Hot 嘅做即係出品啦。係。咁就2019年嘅4月會先發售嘅，咁佢又唔係朗膠嚟，佢 PVC 嚟。哇！呢只大嘅，呢個都可能有得賣，分分鐘。呢啲應該係有得賣。可以摸下添，接觸下。係啊，摸一摸啊，摸咗幾萬嘅啦。係啊，小心啦，好啦，我哋攞啦，摸幾萬唔緊要。好，因為呢度燈光比較黑，我哋扶一扶啊，滴滴嚇。嗱，呢度又可以影影，好過癮喎！呢度玩樂控步道。
像素小賣鋪咩嚟噶？呢原來聽落係似係一啲智能鬧鐘喎，睇下。之其實我見有啲店都有賣細個啲嘅，就連咗音樂去跟你喐。啊，係啦，係啦，嗰啲環境。係啦，超級呢啲都應該係嗰啲嘢。應該嗰啲大就大塊啲嘅。冇錯。好啦，誒呢度即刻有啲細塊啲嘅見到啦，其實咧呢個咪咯。誒，仲有啲電視機喺度添啊！就呢啲係細版嘅，係喇叭嚟。所以嚟呢度一定要播啲音樂。呢個係個店嚟嘅噃。系啊，系啦，咁啊，好好得意，好舒服嘅，嚟到即系其实即系我哋嗰啲咧，市民好鬼佬嗰啲就啱晒啦。系，冇错。跟住揸住杯，嗱，可以揸住杯啤酒走过嚟，咁样同个老细倾下偈都仲得噶。咁啊，跟住嚟到呢度啦 ，B Cole 啊，佢嘅新作品啦。哇，呢个真系 OK 喎，我未见过啊，我觉得几正。咁啊，而家其实都好多唔同嘅新兴品牌出嚟噶啦。咦，冇价钱嘅？啊！哦，明白明白，謝謝，好唔該，啱有靚女答咗啦，係展出嘅啫，啊唔錯，所以冇價錢，我真係想買嘅。咁啊，想唔想叫個靚女介紹下啲作品啊？誒，都好喎，咦？係啊，係點稱呼啊？係啊，我哋要增加下收視啊。係啊，呢個係發豆嘅豆為原型嘅。然之後咧，呢邊呢個係嗰個 Mini Cooper 嘅一個比賽 Mini Challenge。合作的一個 IP 形象，係咯，然後呢邊就是其他的嗰啲皮膚咯，係咯。呢個暫時仲純係展出嘅啫。係啊係。咁請問你哋係邊度嘅品牌？我哋喺香港同埋倫敦仲有深圳都有註冊公司嘅。哦。但係基本係一間中國公司。即係話係即係 crossover 幾個地方都有 artist 啊，或者設計師。幾個地方都有 artist 一齊嘅。明白。啱啱幾時開始有啲人？係今年係新嘅，所以係暫時未售賣，即係預售展出。你係咪第一次參加啲展覽？咁樣嘅活動係第一次咯。咦，咁我哋好好彩喎！我哋第一次就可以，佢哋第一次嘅處女展出，我哋就可以。播影到，咦？咁又俾咗 Brian 啊！我真係講啲嘢噶，唉，唔好介意啊，靚女，係哇，係啊，呢啲嗰啲人係咁樣噶，嗰啲主持啊，不過唔係，佢都好善意。嗱，講嘢就嗱，講嘢就佢講，啊，賴就賴我啦。換咗 TV， 係啦。可以交我。哦，好，我嗱，我係直播住交俾 Happy 都得。咦？但我收咗你先，好謝謝。我轉頭，我俾你，因為我喺後邊。嗱，而家揾機會啦，轉頭翻嚟啊，佢話。轉頭翻嚟，係啦，冇錯。呢啲嘢佢唔方便錄影啊。系啊，哇！任你砌喎，呢次真係好啊，越嚟越啊，真係嗰啲真係揮灑自如啊，真係揮灑自如啊，唉！啊咁啊，咦啊，見到人喺度踩滑板喎，喺度試玩喎，嗱呢只滑板係好正嘅，係啊，唔使用腳撥嘅，你踩前後咧就得。哦，啊，真係想揾你積極試下，誒有得賣，咪就係滑板咯。滑板咯，啊呢個 Spectra， 咦？好，阿迪係咪想試下踩住塊滑板揸機咧？唔使，我覺得揾 Elman 試最好啦。我試啊，整爛曬呢度啲嘢唔好。因為咧，你誒又可以影下女仔喎，你又係因為女仔試緊，係啦。呢一間咧，嗱呢一間就唔係我哋講嗰間潮玩研究所嚟嘅，冇錯，係另一個地方，又值得講下。呢度其實係一個屬於係一啲新嘅設計師，獨立設計師啦，唔好話新唔新，獨立設計師嚟呢度即係作出一個叫做 lab， 十幾個人咧，係啦，喺度嘅佢哋，即係你放每一台咧，佢啲作品、嗰啲展品或者產品，但咧其實負責人可能喺度，設計師可能喺度嘅，係唔好意思啊。咁亦都主要咧，佢頭先同負責人傾過啦，咁佢其實咧都係希望啲設計師除咗之間去交流，冇錯。其實呢個概念幾好，即係有啲似virtual office， 不過係一班設計師可以聚埋一齊。咁其實我覺得對成個行業嚟講，有呢啲機會係非常之好。即係同時可以展銷喎，又即係香港，即係我暫時好似唔係好。始終香港啊，我諗土地問題，土地問題，真係土地問題。咁啊，聽聞呢度個土地都唔平，不過咧，但係真係個主辦方真係好有心，可以做呢樣嘢。嗱，跟住做啲特別嘢喎，好 lively 嘅，係即係活生生嘅一隻狗狗。冇錯啦，呢只狗斷估都係一隻藝術品嚟嘅，係一隻真人真唔係真人狗，係真狗咧，唔係真人扮狗。咁大隻啊！係啊，開頭都唔緊要嘅。
咁啊，大家冷靜啲，係啊，兩位愛狗之人，阿迪就哎呀咁樣。我驚係阿迪忍唔到撲過去。佢唔喐嘅。咁基本上去呢度就唔係賣潮玩啦。咁佢就主要係賣一啲叫做藝術創作嘅嘢咯，係啊，咁可能有啲杯啊，有啲日常用嘅用具啊，一啲裝飾品啊、擺設啊、一啲裝置啊，咁佢未必係即係一個玩具嘅用途，但係可能係一種對藝術嘅表達啦。哇！呢啲真係～我少行香港啦，當啊，即係少見喎。呢度咧嗰個形式咧，其實係有啲似咧成品嘅，台灣嘅成品，係啊，因為台灣嗰個成品，台灣嘅成品係啦，因為台灣嘅成品咧，如果即係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有去過啦，咁其實佢裡面都有一啲咁樣嘅文創區域啦，咁係支持翻一啲即係當地嘅設計師，咁去做一個即係俾個機會佢去即係展出佢嘅展示嘅作品，睇下受唔受歡迎啊，各方面嘅嘢。我成件事好立體嗱，見到啱呢個幾位朋友喺度坐喺度咧，佢哋喺度成日試緊茶，應該係。冇錯，咁呢度係一個牌子嘅自家山茶，自家茶山係咁另外亦都有一個紅酒區嘅喎，我哋要做嘢就唔好試啦，如果唔係應該都可以試下嘅，其實。咁啊，嗰邊咧就講翻啦，而家我哋吞低咗個音量咧，係因為呢度好文創，我哋都要表達翻自己嘅藝術噶嘛嚇。咁我哋少少影口啦，我哋唔好直落啦，因為我哋咧因為講埋咧，嗱，我哋不如講埋啦，我哋可能到時我哋再拍一個咧，為呢個潮流潮玩研究所再介紹，因為所以今日嚟咧，其實我個嘉年華就真係 last 三日四日。咁但係咧，這個 store 咧就會喺度長住㗎啦，咁所以嚟到都仲有嘢睇。咁陣間仲有一個展區位，我哋未拍過咧，係會拉三個月嘅。係喎，但係我哋係咪就咁鏟佢就得嘅咧？可能都要。但係我哋個 live 可能就會，我哋陣間再分開拍啦。分開拍啦，係啦。咁嗰個就叫潮玩藝術特展，係冇錯。咁我哋叫潮玩就得，簡單入去 show 一 show 俾大家睇啦。冇錯啦，咁。我哋係啦，大概我哋都會再拍一條片咧，就係關於呢個 store 咧嗰個做法嘅。其實佢哋本身咧就又係好唔同啊，即係唔係我哋喺香港或者大陸見到啲玩具店或者膠，我哋叫膠店咧，嗰種做法。其實佢呢度都有個字，我想俾翻大家睇翻啦。人哋係寫住 Toys Gallery， 其實佢將 Toys 咧，某程度上都已經變成咗係 art 嘅一種嘅表現啦，藝術嘅一種表現嚟。咁所以佢就整個叫 Toys Gallery 出嚟。你啊，屬台灣嗰邊多啲，係咪佢哋都係咁樣去操作呢個咁嘅藝術玩具咁樣玩法？其實會似嘅，會似，係相對係似嘅。咁但係台灣嗰邊當然就而家我都覺得，如果你話講翻 TTF 嚟講，都商業化咗啦。係，反而就冇咁似反而係早我諗上年啦，香港有一個展咧喺灣仔度恰搞嘅。咁叫做Loose Salon 嘅，咁裡面咧又有酒飲下，有好多個細嘅房，係啊，好著重呢個交流嘅。咁其實係嗰啲展係真係幾舒服嘅，嗰個體驗係開心。喂，嗱，阿迪，你影一影呢個居民呢只啊？喂，價值雖然唔係好高價值，但都算係高價㗎。咁Course 嘅作品啦，7,300蚊。其實Course啲作品不嬲都係限量嘅，算係即又不可以話很限量嘅，但係相對因為需求的人多，始終 Course 佢已經屬於一個叫做世界級的知名嘅設計師，即係金漆招牌啦。係啊，同最高端的時裝品牌合作咁樣，你都係唔同啲嘅成個地位。我都幾羨慕佢嘅，真係嚇。有時佢嗰個吸滲透力咧，都幾強大。我係好深深感受到，因為咧，我每次上網買嗰啲嘢咧，都係差唔多秒殺咁滯嘅。係啊，係好辛苦緊咁。你都係受害者，原來你都係 fans。係啊，要喺一兩分鐘之內要完到個成交，如果唔係就賣唔到啦。嗱，咁我哋咧要影一影啦。呢個咧喺左邊，我哋見到個好似呢個就係今次嘅主題啦，叫 Money Bear 啊。係啦 ，Money Bear 咧就唔係我哋想象中嗰種原因嘅，佢啲好多有啲有意思咁，但係要揾翻 Tony 講先得啦。係啊，咁就由呢個外國嘅 King Saladin 呢個設計師去設計啦。咁佢亦都我哋睇得有 Money 啦。真係好幾正。係啊，過年啦，嚟緊過年，所以就係啊。
咦，大家見到，我諗潮玩 fans 見到都會好有興趣啦。啊，咁啊，另外有一隻仲要，嗰隻係好新嘅，嗰隻係 One English 嘅好新嘅咧，好似個冰嗰只嗰只。呢只啦，咁啊見到 One English 嘅作品啦。有介紹 One English 新嘅，咁今次嘅新作啦。本來我真係唔係好燥或者好留意藝術玩具，但係真係近排做多咗呢啲節目咧，唔係呢啲就我哋嘅節目咧，哇！我真係都有啲感染到啲氣息，冇錯我冇講話文青，但係即係喺欣賞文中啦，文中啦，係唔同啲嘅，即係係個案嘅。不過真係如果除咗不著關係之外咧，我都好樂意收藏多啲嘅，冇錯嚇。咁呢邊咧就係 store 嘅另外一部分嚟嘅。冇錯啦，咁呢度咧其實成個形式真係好 gallery， 真係 gallery 啊，係啊，咁啊有一個好大嘅空間，亦都一個好靚嘅擺設，唔會話擺到密麻麻，係俾你欣賞一件作品。係啦，呢啲又係 original 嚟嘅喎，據聞都係會賣嘅。咁啊呢度其實唔係淨係 original， 有好多都係 print art 嚟嘅。哦，有 print art 嚟㗎，多謝補充啊。哇！喂，咁樣擺真係正啊！真係啊，其實我都希望香港係有啲咁嘅地方。希望啊，其實咧有啲有心嘅發展。不過講還講，有㗎，其實都。今日咧，其實喺香港咧，長沙灣有一間鋪頭咧，叫 Streams Gallery 咧，咁新開幕。咁其實佢都係以一個咁樣嘅 toy gallery 嘅形式。係咪 D2 嗰邊啊？唔係。哦。係啦。咁啊。希望佢哋可以一路經營啦，即係多一個好去處。冇錯又可以即係唔係真係去嘅，可以有啲人買到啊，睇下欣賞啊。其實都見過香港有啲發展商都好傾向係做一啲比較高質啲嘅商鋪內容。係你知道講咩啦？係啦，咁啊有嘅，其實都有，不過唔多，係有。因為始終而家你話我哋去出去，我哋作為即係你話香港人啦，即係出去我哋又唔係話日日都要去名店嗰啲人，係我哋要揾個地方行。其實我哋想即係有翻啲特色啦。係啊係啊，即係有時大路商場真係唔使行㗎啦，係食嘢㗎咋，男人啊，冇錯冇錯。女子都係去多一個商場就夠啦，睇曬到一個商場，其實個個商場都唔差太遠。冇錯。咁有個喺尖沙咀咧，英文字母頭嗰個有數字嗰個商場，嗰個就好唔同。我自己好中意行，其實。冇錯，英文字英文數字嗰個商場 K 字頭嗰個咯。係啊，其實係幾特別嘅。幾特別，我都好欣賞嗰個間公司發展商，其實佢可以放啲資源做。其實十幾年啦，原來唔經唔覺嗰個商場已經。係啊，最緊要有嗰個堅持咯。係啊，其實要堅持嘅，因為咧你即係如果突然間一轉翻好商業化，其實仲失色。冇錯。繼續努力啊！嗰間商場嘅朋友。咁基本上呢個 Toys Lab 咧就差唔多啦，係啦，即係呢個叫做潮玩研究所啦。咁我哋嘅中文就叫喺深圳用翻中文多啲，因為你問人嚟都話潮玩研究所喺邊，希望你都會知嘛。咁大家睇到啦，係有外國人啦，喺我身後經過啦，好多 artist 喺度出入會經過㗎。咁其實咧係真係話就話深圳咧而家多咗好多創作人啦，唔同來自唔同世界各地嘅朋友咧都喺度見到。咁一間咧，我哋少少安排咧，我哋就會嘗試咧去影嗰個唔係嘉年華，就係潮玩藝術特展。咁希望一陣咧，我哋不過呢個應該係錄影節目啦，可能係，因為我哋好多場啊。如果嗰個展亦都喺附近啦，係啦。好，咁我哋直播咧差唔多啦，即係啱好。好，啱啱好啦。係啦，咁又都唔係第一次同 Alan 合作啦，咁啊即係體會到呢位年青人啦。唔好講呢啲啦，好。係為咗愛嘅。OK， 好啦。好啦。好，咁我哋仲有個直播嘅。冇錯。好，陣間見。拜拜。拜拜。